来坐吗？那边没有，那个没人坐。 又往下了，又往下，下面一定有洞。可能那里有浮标，不是，钻洞。哎，这里真的有洞，哎，没有，拉线可以，拉线我们就会动。 你看，吸水之后，你看变成漂亮一个球，防卫生纸一样。<笑>真的卡住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掉到一个缝。好，你要换你玩，我够了。嘿，没事没事。 没事没事，我控人，中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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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吧？在我，在我，无聊。 这要阿豪来解，职业解鱼，狂人解钩。 好像没有，然后后来就没有。
走走走，过过过过过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五六杆的。五六吗？他后面才后来才会有力。哎，那什么东西还浮头在游，偷闪啊！好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玩呐、啊。小溜。慢慢牵啊，慢慢牵，不急，都玩一下。这个我过没开起来，它是直接。对啊，它会，对对对。这个没开，它是往这边。它吃到自己拉走。它比乌鱼大一点点而已，但很有力耶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抓到我就放线。这里没有大的。他说有啊。路遥。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给你快点快点，来来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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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我先被还没干就咬走了。哎，草鱼，草是吗？哎，草鱼，哎，草鱼，草鱼，下竿一秒就咬走了。对，好，没力了没力了。给你抓线，抓下面去。好好好，没意没意。你身上没捞网哦？你这样走框而已。有有捞网，但是我不想用捞网。哦，超棉的。哦。好，那我玩久一点好了。玩翻他。不知道他，你看他又不出去啊。因为你有第二门钩，我不敢另外一只转开，我怕另外一门砸的，我要等他一起转，另外一门会砸到我手里。乌溜，好小只哦。很有力啊，就以他的体型算起来的话。